我是。好，喂，哎，各位那个同学，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高兴，你可以请到就是北一的这个罗我生老师，就是来跟我们上课啊。那罗我生老师，我觉得他非常，就是我先跟大家讲啊，就是他今天要讲的东西是前面的课程是没有的，他今天要讲区块链。那这个区块链就是，哎，这个东西啊，我们学校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老师做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专业，所以我们请这个。罗有生老师来帮我们上课。那罗有生老师不只是现在是北一的，我记得就是，然后他除了是北一的这个就是一之所助理教授以外啊，他还是，哎，应该他现在还是院长特助吗？还是不是了？哦，不是，哦，那现在是出去外面开公司的这样子。对啊，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的模范呐，对不对？我知道这边有一些军费生可能是有这样的梦想，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实现呐。那我想自费生同学们可以好好的跟这位老师学习一下，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样把这个区块链应用到医疗上面呢、啊？不是拿来这个炒币这样子。好，谢谢。谢谢。哦，那个，谢谢林博士的介绍哦。各位同学，大家好。因为我知道那个戴口罩会很容易昏迷啊，就讲一下，所以我大概比较轻松一点，大家比较轻松一点哈。然后有问题的话，我这边你们可以随时发问。因为区块链说的观念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那毕竟我们是在这种科普的课程，我们只能讲个一个 concept 哦。那谢谢刚刚林博士的介绍哦。好，我先讲一下哦，那个其实我像你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哦。所以后来的话，那个因为那个升学压力嘛，后来欠钱，然后 然后跑到那个暑假的时候啊。跑到医院去打工啊！哦，在民国大概民国89年的时候，就跑到医院打工，后来就接触到所谓的 medical informatics，就是医学资讯的这一块哦。那后来你说这一块医疗资讯或所谓的医学资讯，那它牵扯的范围很广。那时候我们在练 computer science，就电脑科学的时候呢，其实台湾那时候 IT 好像你什么行业都可以做哦，例如说你是做电子商务，你是做 anyway，可能做一些 portal 这网站的应用等等哦。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app 哦，也没有什么 line，那只有 ICQ 哦。所以那时候觉得，哎，这个 domain 蛮 specific，就是蛮特定的哦。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想是说，哎，或许是说我们在这个行业去多一点了解。搞不好以后也会成为很特殊的人，哦，这是跟你个人的人生安排有关。你要么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多竞争的里面的一个哦，一个大 pool 里面你突出会比较困难，然后有一个 pool 比较小，但比较小的话，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或许那个发展的潜力会比较高哦。所以我那时候就投入了这个医学的这个资讯的一个整个一个开发哦，那一路的话就这样一直做，包含是说后来去北医念的博士班，也顺利的去拿到了毕业，走到毕业，然后拿到了教职哦。那在那个今年的时候，其实我们2019年的时候又创办了一个类似这种学校跟科技部有 funding 的这一种衍生新创公司。那目前的来讲的话，我是在负责这个衍生新创公司的这个营运哦，所以坦白讲哦，其实我还蛮羡慕你们的。其实念书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因为反正哦，就是上完课就休息哦。出去社会之后会面临很多挑战，然后在大机构做事会有大机构的好事哦，就是反正时间到就有薪水嘛哦。那后来我负责了这家衍生新创公司之后，哎，其实是说每个月其实都会面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哦，包括是说，哎，商业上面的谈判，然后还有一些利润的分配，甚至每个月的营运的一个 course 都必须要去注意哦。哦，那这之间其实在学校跟医院该做的工作我也都做了啦哈，就是说包含是说这个医院的咨询室主任，然后还有在学校的资讯长，就是
什么申请 email 啊、入学就学，什么凡事的这些都做过了哈。那本身的来讲的话，我这几年比较 focus 在也像有个 AI 跟区块链，或者是所谓用光学的科技去做一些讯号上面的一个侦测哈。那有一些科技部的一个研究计划，然后今年也有陆续的一些发表跟专利哈。那如果各位同学未来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跟我联络哈。好，什么像叫区块链哦？那这个图形是那个日本厚生省就产业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一个图案。我认为这个图案是让同学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了解的哦，比较容易了解。左边的这一块的架构呢，就是我们现在大致上所有，不管说你现在生活上面采用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模式哦，那我们称之为集中化的一个交易。什么叫集中化的交易？就是我们现在在上面上课啦，懂我意思吗？你们就把你们大家聚集起来，哦，那由我来上节讲解课程。那我现在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今天讲给你们听，让你们耳朵接收到。所以，我们之间的一个 interaction 的话，就必须要透过这个集中化的交易。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同学，另外一班80个同学是在线上的交易嘛，但他的目的的话，也是要连到这一个国防医学院的连线之来才能去上这个课程嘛，所以反过来讲的话，是说我们现在台湾的话，有很多的话，目前还是集中化的交易方式，例如什么？例如现在我们的 FinTech，就是说我们的金融的科技，我们所有的金融科技，像你们在小七啊，或者是学校所附属的 ATM，所有的交易的话，必须要先传到这个台湾的一个金资中心。在这边做一个安全认证哦，跟交易的这个金额的对价关系确认之后呢，你这个交易才能够成交，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呢，在我们台湾最明显的话，就是台湾的健保署，台湾的健保署哦，台湾健保署一样啊，这个你可以把每一个点呢，都把它想成是医院，所有的医院呢，所有的交易，你们可能这个年纪还没有常跑医院。所有的医院的话，每一笔的一个交易呢，都必须什么？都必须跟台湾的这个健保署去做一个中心化的连线。哦，包含是说你今天一进到医院，你挂号之后呢，你一定要把你的 IC 卡拿出来，对不对？然后报到，然后要什么？IC 卡你要取卡序，就医的序号 然后医生看完整之后呢，把你的 order，就是说你的医嘱单开完之后呢，那这些医嘱呢，又要把你写到健保卡里面去。然后你缴费付完费的时候，医院没有那么简单哦。如果你的 APP 上面你有去买过口罩或买过五倍券，哦，买过五倍券，那上面会有个健康存折。那健康存折资料怎么来的呢？跟各位报告，就是你今天如果去医院看完整之后呢，那医院晚上的时候呢，会把今天所有来医院看病的病人的资料呢，通通上传到健保署的这个某个地方。隔天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是说，哇，原来我昨天到了那个三军总医院看医生哦，所以相关的健康记录哦，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架构呢，是一个集中化的架构哦。那它相对而言的话呢，会有一些好处跟坏处。好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好处是什么？好处的话是说，反正呢，就是以这一个大机构为中心。那这个大机构为中心的话呢？任何人的话呢，我只要把这个大机构顾好，然后呢，资讯安全我把这边弄得这个筑城墙筑得越来越高嘛，对不对？那就可能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发生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发生了问题的话，就是整个会 crash 掉，哦，crash 掉，这是集中化交易的好处，哦。因此我可以把那个 performance 弄得更好，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个中本聪哦，那么那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哦，就是说。你这样集中化的交易啊，那大家经过都要经过你，那你这个是一个独门的生意，只要经过你的人，你都要给我钱，都要给我抽税，对吧？那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式的话，例如说，我从这个点要传到这个点的话，我原本10块的东西，可能到这个点要变15块，之间呢会产生一个层层的剥削，对吧？哦，就像我们现在农产品一样嘛，就是哦，这个小农。然后在批发商，他送到台北来，哦，就有层层的剥削。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中间的这个交易点把它打掉，我们可以做一个点对点的一个交易的话，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是不是可以省去这个中央的这个控制？但是
等一下怎么控制我们再讲哦。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整个交易的过程也是比较透明化哦。好，所以呢，他把这个传统式的一个中介的交易方式呢，把它变成一个每一个分配点。那大家会有个奇怪是说，哎，那这个中央的控制方式的话，它其实中间帮我们处理很多事嘛，包括是说以前个点的话，我不用负责这些交易的记录的储存、安全，通通都由他负责。哦，那未来的话，如果我不要这个中间的人，那他要怎么办？哦，那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是说，好，那没有关系，我们不要中央的点呢，那我们把什么？我们把所有这个中央的这个储存的这个东西呢，个个都存在每一个端点上面。所以这个在区块链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账本，就这个称之为 ledger。那么这边可以讲挖比挖矿吗？就像说，如果你们各位有挖过矿的话呢，你那台 PC 的电脑，你就是必须要 create 一个 ledger 一个账本。那这时候你开启的那个账本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账本呢，跟全世界的账本进行一个同步的作用。所以我印象中呢，我在那个三四年前有开启过这个挖矿哦，我光是这个同步这个账本啊，我可能就要花两三天的时间，懂意思吗？所以呢，代表说原本存在这个中间站台的这个中央管控的这所有的交易记录呢，事实上未来会分散到每一个端点。OK， 哦，分散到每一个端点，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这个中间的一个控制，变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控制。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好处我刚刚讲过了，这样去中心化的一个管理跟去中心化的一个剥削。坏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我刚刚讲过哈，我的这个我为什么挖矿的时候，我必须要先把这个账本的同步，因为我每一笔交易的话，比特这个区块链有个规则，你必须要得到50% 以上的这个演算法的认可，你这个交易才会是成立的。所以这样 performance 的速度相对而言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大家理解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今天跟他发生了一笔交易，那交易要确认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同步更新每一个人的这个什么账号里面的一个记录。当这个记录到一半以上的时候，这个交易才被成立。那这样的过程中，当然比不上是说，哎，我这个一个点搞定就啊 OK， 我就信任他。这个的话是采用一个共识的决策，哦，共识的决策50%。假设举一个例子，假设说你们今天要去校外教学，一定班带出来说 A、B、C 三个方案，最后你们是什么？共识决嘛，票最多的那一个就成立。OK 哈，所以区块链的道理也是这样子。OK。所以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科技的精神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分散式的一个网络的架构。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分享式的 share 的一个 ledger， 就是分享式的一个账本。那这些账本呢，存在着所有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记录。OK， 第三个为什么要存，就是以后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去做验证的哈。然后再来是一个数位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架构哈 ，digital 的 transaction。好。介绍一下现在比特币的一个趋势哈，这个从我们有点不清楚，在这边看哈，在2012的时候，那时候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比特币是4000块美金，多少钱？1比30，4000块多少钱？12万。谁眼睛比较好，看到现在是多少钱？哎，美国的这个股票的显示方式跟台湾不一样，台湾华人是红色代表是涨，美国人是绿色代表是涨，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现在到2021年的话是多少？有没有眼睛比较亮？62000块美金，这样是几倍？几倍？啊？从400块美金到六，对吧？4000块美金到6万多块美金，5倍。所以原本的话，一颗比特币的成本，你买的话是12万啊，15倍多少钱？帅哥算一下，很多钱哦。所以那时候其实哦，那个时候只要那个多弄几个的话，其实那个你就不用努力了，就以后都不用努力了哈。OK，
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有时候那时候我在担任那个北医大的资讯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机房被那个被骇客入侵，那骇客说要求要一枚的比特币。那时候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一枚比特币是6、7千块。哦，那时候不是有个很多什么勒索软体吗？都很有名的，有没有？哦，我就这样说，哎，那你就跟他杀价，杀价，后来变0.1个比特币嘛，哈。那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同事讲，就是说，哎呀，看起来不太对呢，吼，这一波的资讯安全，那时候我忘记那个病毒叫什么了，吼，看起来好像全世界都中了，那时候各大企业都中，你应该去买一些比特币。后来那一波是从6千块美金涨到12,000块美金。OK 哦，所以我常常跟那个我也在这边开个玩笑哦，所以有时候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看看说，哎，请问他现在发生什么新闻事件哦？其实背后就会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哦？果然那时候这个网络的风险越高，哇，这个比特币就越涨哦。那后续的话呢，在这个虚拟化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趋势肯定是一直会往上去的哦。所以呢，那个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呢，其实我们把这个领域分成两块。我刚刚讲的是，比较术语的行话，一个叫币圈，一个叫做链圈。币圈呢，就是比特币、以太币这种东西，虚拟货币。链圈是我如何利用这个区块链的一个架构去做一些其他的上面的应用。所以我分为这两大类哦。所以我现在讲的是币圈的事情哦。好，上面这个图形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Bitcoin 的这个 mining 的 cloud 的一个 service，算是一个挖矿的矿场哦。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听一下哦。大家看到是这个全部都是什么？看起来像电脑，其实它是显示卡哦。因为我们会知道是说我们要从事挖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验证过之后的比特币哦，所以大家要耗费非常多的 computing power 哦。越多的 computing power 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越耗电。所以啊，在这个2020年左右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是什么？2019年、2020年，我在忘记哦。我会发现是说，传统的这种 PC 的挖矿，其实呢，你损耗的电力的成本呢，其实已经不足以产生这个币的这个价值，所以那时候流行什么呢？你看看现在的 GPU 或者显卡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显卡的一个大矿池哦，大矿池。所以我很多朋友啊，在那个哦，就是说都会去架那个挖矿机哦，在时时刻刻在挖矿哦。那这样的话，也有人在经营这个哦，经营这个的一个矿池。那你需要的话呢，你就去跟他租一块的这个 computing power 来帮你挖矿。然后这时候再去平均去分摊哦，所以这种的一个经营模式的话，就会找寻那个电力相对于便宜的一个地区来架设这一种那个挖矿池哦。好，另外一个要跟各位讲的一个观念叫做非同质化的一个代币 （non-fungible 的一个 token）。这个哦观念有点深哦。我们现在讲币圈，不是在讲链圈哦。币圈的话就是货币嘛，你们最常听到的区块链的这个流通的货币是什么？比特币、以太币，这一种币呢叫做原生币，就是从这个以太链或者是所谓的区块链这种产生出来的原生币哦。那依附在这种原生币下面的话，我们就叫代币，叫做 token。举例来讲，我们台湾的原生币是什么？新台币，对吧？Token 是什么？每一个人最近都有，叫5倍券，懂了吗？那5倍券跟这个所谓的新台币之间，目前当然我们不能干违法的事情，是1:1的等价关系。但在虚拟化的一个代币的一个世界里面呢，它会有比值。哦，例如说你可以一块一一。一个比特币就可以等于某一个的，例如说，我今天要发一个叫做国防代币，我可以一个比特币等于5000个国防代币，它比值是1:500之间的关系。哦，所以你自己看啊，现在什么狗狗币啊、闪电币啊，一大堆有没有？那一些就是所谓的 token 代币，
它跟这个比特币或以太币之间是一个比值的关系。哎，大家懂我意思吧？好，大家知道哦，原生币跟代币之间的关系哦，我们这边讲比较活一点哦。那另外一种呢，代币之间呢又分为两种，两种，一个叫做同质化，一个叫非同质化，一个叫 fungible，一个叫 non-fungible。什么叫同质化的代币？我今天请教各位同学哦，你拿了100块的五倍券，可不可以跟隔壁的同学换100块的五倍券？可以吗？那这样的观念叫做同质化，懂我意思吗？同质化就是我可以跟你交易，这我是可以交易的，叫同质化。哦，我拿100块新台币跟你换100块新台币回来，这叫同质化。哦，同质化。所以包含原生币跟代币也有分为同质化，哦，原生币只有同质化的问题，但代币有分为两种，一个同质化跟非同质化的问题。同质化的话呢，就像说这个 Dollar 一般的新台币或比特币或以太链这种东西，哎，都是可以大家随时1:1的等值来交换。那后来又流行这种非同质化的一个代币，非同质化代币流行些什么？为什么？他手上有一个自己发行的一个代币。我们把它想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国防纪念币好了。OK，每一个，例如说，我今年发行这个500个国防纪念币，每一个国防纪念币上面都有个编号，国防纪念币一、国防纪念币二到五。哦，OK，所以每一个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有个编号的标准，而且它编号非常重要哦，不是说2号等于1号，它可能1号、2号都有象征不同的位置，所以这样的一个代币之间呢。它是一个 non-fungible 的，就非同质化的交易，所以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说，我呢如何去发展一个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虚拟币，应用在什么？应用在艺术品上面，应用在什么？我创作的歌曲上面，应用在什么？Twitter 的第一则发文，我把它放在这个链上面，那这是一个艺术品，全世界没有人有，只有你有，啊，你要不要？大家懂我意思吗？举一个例子，这个大家认识吧？Stephen Curry，大家认识吧？他不是发展一个币哦，他是哦有个艺术家画了这一只猴子啊，把它放在 non-fungible 的 token 上面，这个叫猿猴大头贴。所以你去 follow 那个 Stephen Curry 的上面的 IG 还是什么，他都用这一个，可能他这个跟他长得有点像，应该是这样哦。所以他现在上面的话都是放这个 icon，他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个艺术品？他花了18万美金啊，去买了这个猿猴大头贴。OK，Twitter 上面换 NFT，就我刚刚讲 non-fungible 的这个 token。所以虚拟货币的这种非同质性的这个代币呢，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换。所以特别的话呢，就是可以非应用在艺术的市场。哦，所以你们有兴趣 Google 一下，我们台湾好像有一个艺人，也是把他的什么歌曲放在上面。OK，哦，所以这个又是最新的另外一类的这个应用哦。所以，例如说，举例来讲，例如说国防医学院，你有什么很特殊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价值，或者你认为是无价之宝，哦？那也可以弄一个噱头，然后把纪念的东西放在这 non-fungible 的 token，来要校友大家拍卖哦，你是保证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有的这个艺术商品哦，或者是说你今天来国防医学会跟这个的校长拍照，哎，我们也把它数位化放在这个 token 上面是这样哦，怕你这个照片弄旧，我们把它放在链上面，是一辈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东西，而且只有你有，嘿，对啊，搞不好年代久远，你那时候跟。对不对？例如说跟那个什么 Jobs，Apple 的 Jobs 那时候拍过照，你也上去。OK，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哎，大家这边有没有问题？哦，前面先讲 update 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讯息哦，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我们说在这个区块链，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链上面来讲哦。链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利用在医疗产业的话，会有什么一个好处哦？比较常见的话就是说用来什么？收集这个病人的一个资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收集病人的资料，过去来讲的话会非常麻烦，必须要签什么病患同意书啊等等之类。所以我过去有一些研究的话呢，是透过这个区块链的道理啊的原理，
让病人在线上签这个智能合约，签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把那个健康存折的资料，哦，就上传就分享给我，这样这是一种哦。另外一种呢，是这种供应链的一个管理哦，常常放在这个，例如说现在什么，这个 BNT 这个疫苗在什么-18度下面运送哦，那疫苗有这个单一性啊，哦，怕这个疫苗的批号等等问题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区块链的供应链的管理哦。在第三块的话是资料互通性的问题。刚刚我们讲的是说，区块链原理是打破了这个传统中心化的架构，它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账本，存放他自己的相关的 record。那只要你授权的话呢，我就可以把这个 record 呢开放给你使用哦。所以想想看，是说，假设是说你们今天手上都有这个 Line，你 Line 的账户也有钱。哦，那假设 LINE 的功能有一个是说，哎，这个同学有一个同学是说给我100块，那你说 OK 啊，你钱就打过去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大家都有个共用的这个 LINE 的这个工具 Apps 的话，这样的只要经过你同意，这样的资料互通性也是 OK 的哈、哦。再来是呢，去做一个保险的这个怕有人是这个申报上面有一些问题哈、哦，这边也是可以去做个错误的预防哈、哦。所以我们那时候经过一个调查的话是说。但是链圈吼在讲的话，因为前面的币圈的价值很高，所以链圈的这个新闻都会比较被埋没吼。我们大概预估的话是说，这个区块链在相关的应用里面呢，哦，在2025年的话，比较少的一个估计大概是20个 billion 哦，美金 billion 哦。那我们来看看是说它可以应用在哪一些领域吼。第一个是 banking 银行业，第二个呢是 retail 零售业，第三个呢是保险业。那第四个呢是政府单位，第五个是医疗产业哦。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保险业哦，保险业现在来讲的话，保险工会啊，啊台湾有个叫保险工会，他们推出一个叫保险区块链哦。那我不讲太 detail，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他们的概念是说，哎，假设呢你今天有一个保险的文件，那你保了很多家公司，你可能保了南山人寿。你可能保了富邦人寿，那我今天呢？我去医院拿，因为我今天有医疗上面的 issue，我去医院拿我的那个诊断书，我去拿我的医院的缴费单。哦，那传统的模式是什么？传统模式是说我拿了这些东西之后，我是不是要交给我的保险业务员？那保险业务员呢，再拿去核赔，赔完之后钱再给你嘛，对不对？传统的方式是这样嘛？那未来的方式会怎么样呢？他们希望建一个保险的区块链。哦，假设你们都是很多家保险业者，那我也希望什么？那病人我们去拿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把这资料影像档呢上到这个保险的区块链上面。那保险区块链只要经过你授权，假设说我今天保 A 保险公司跟 B 保险公司，那经过我同意的时候，哎，我这些资料我就直接可以让 A 保险公司跟 B 保险公司进行相关的病历存取。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保险公司会觉得是说，那我之后就不用那么多的人力来去做这个客户的接触嘛。那保险业务员就怎么样啊？就可以裁一半嘛，裁一半嘛。或甚至保险公司现在在想什么呢？那我直接跟医院的资料资讯系统对联，那只要经过病人我的同意，那我相关的这个病历资料我就可以直接送到保险公司。哇，那以后这个保险业务员。怎么？哦，他的工作的怎么样？哦，那后来又有另外一派的讲法出来啦。那保险业务员工，哎，你莫往那走。你如果哦把这个资料上了区块链，经过你同意的话，你保了 A、B 两家保险公司啊。万一 A 啊不理赔，B 也会跟着不理赔哦。你千万不要上链。哦，讲一些小故事给大家听哦。哦，所以这是保险区块链的一个应用。那在这个医院上面的一个应用的部分呢，一样哦，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讲呢，医院的话呢，必须去产生说，因为医院就是一个资料的一个生产单位嘛，就是我去看病，我所有的病历的 record 都在里面嘛，那这些 record 啊放在里面，其实也申不了钱嘛，你只能跟中央健保局去做这个台湾国民健保的一个钱嘛。那后续的话呢，假设说我今天，哎。你个人相关的病历资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哦，我不是在说各位，我只举例，
哦，如果国外的药厂对我们亚洲族群，尤其是台湾人的某一些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特征，他非常有兴趣，他想要收集这一片人的资料，这一群人的资料，那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交换？第一个，我必须要去找这家医院说，诶，这样的 population，你们这个医院有没有？那医院说，啊，有，我有啊。那医院可不可以卖？我把你的资料拿去交易的时候，我必须要经过本人的同意呀、啊。那区块链有个概念叫智能合约。那我会跟人讲说，哎，好好，哎，你的 data 非常特殊，你要不要跟我们医院签一个智能一个合约？你把它想成一个契约。那假设未来有需要你的资料的时候，在你的同意之下呢，我可以把放在我医院所属于你的资料，去除这个个资的相关的一个 information，那给药厂。然后这时候我有一个分论的机制，例如说我卖了100块，那大家一人一半。哦，就于区块链的这个医疗产业的 data 就是这样在用哦。所以，我们过去曾经很看好是说，透过这个区块链之下，其实我们的什么中央健保署所收集的这个健保资料，或所谓的医院的临床资料，其实是可以发扬光大哦。但是目前坦白讲，还是有一些这个缺乏这个法规上面的因素哦，就是个资法啦，还有这个病人同不同意授权的问题啊，哦，然后 anyway，那就有一些 issue 哦，都还没有解决，所以目前的这一块呢，早晚的哦，但是发展的比较缓慢一点哦。好，这要看一下哦，所以我们看一下是说这个在2019年曾经讲过哦，是说未来的话，这个科技。这个在医疗产业里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新哦？那有一些比较没有什么相关啊，例如说这个语音的这个应用，其中一个区块链跟所谓的 AI 哦，其实在这个数位化医疗产业的部分呢，去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哦。好，刚刚讲的是说有一个是说，那区块链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那个人隐私的方面呢，你要怎么去解决哦？第一个呢，区块链技术要怎么保护个人隐私？第一个呢，我们去中心化。我们刚看到第一页有没有？不是有个很大的伺服器，大家都要经过它嘛？它的风险是什么？一旦它怎样就被怎么样了嘛？哦，然后我们去中心化的话呢，可以降低这样子的一个被集中攻击的风险哦。再来是呢，你的所有的交易的记录呢，其实是透明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的参与者呢，都会拥有相同的这个加密过后的一个资料哦。所以变成是说，吼，不会像现在会有发生很多什么银行理专盗领啊，保险理赔又把人家的钱怎么样？因为每一个的交易的记录呢，都可以被追踪，可以被 auditor 的吼，这是 transparency 哦。OK，再来是呢，防错的一个机制吼，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是可以做保护隐私的作用吼。在于相关来讲的话呢。在这个资料安全被害的这个记录吼，大家请参阅吼。最近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台湾网络攻击安全呢，网络被攻击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吼。大概呢，每年在政府单位的话，每个月吼，大概会有20个 million 的一个攻击吼。那新加坡最有名的就是 SingHealth 哦的 patient，包括李显龙，李显龙哦，他。把这个骇客攻击的啊，把这个整个医院的资料库都搬走了，哦，所以那时候新加坡其实那时候的，因为他们都是公务医院的体系，就有很多的一个资讯官员都当场都是下台哦，所以我们那时候 propose 说，哎，透过这种区块链的保护，才不会是什么发生这样的现象，一旦你的 sensor 端被公布，你所有的一个等于新加坡所有的病人资料都不见了哦，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大概是1.5个 million 的新加坡的。SingHealth 的一个 patient 的资料都被盗走了哈。好，再来我们谈这个欧盟的这个 GDPR 的一个概念哦。大家知道 GDPR 吗？就很像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去 EU 的话，欧盟去做一些资料交换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个 GDPR 的概念哦。那所谓 GDPR 最重要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赋予这个个人非常高度的一个自主性。哦，我常跟他讲是说，其实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想通哦。就是说，我今天我的他的概念就是说，我今天我的资料，我授权给你使用，但 someday 有一天我反悔了，
我要把我的资料收回来，你就不能用了。因此呢，一个企业或一个医院或者是一个研究所单位的东西呢，他必须把那个所有的 log trace 那个 trace 啊，那 log 那些 history 啊，通通要把它删除干净，以保障我个人的隐私安全。所以那时候我跟很多 AI 的学者在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大家了解吗？假设我今天我收集了几万个个案，我训练了出一个 AI 的 prediction model。那如果有少数的一个个案告诉我是说，不好意思哦，你这个 model 不能再用我的资料了。那这时候这个 AI 的 model 该怎么处理？还能够继续用吗？你要重新训练吗？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探讨一些很多在探讨这样子一个问题哦。好，那举一些 use case 哦，这个的话部分的话呢，那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哦，例如说这个是一个药厂哦，那这是一个制造商，这是一个商品的代理商，这是一个顾客来买药哦。那时候呢，有药厂呢，在这个医疗的供应链上面会发生的一个问题，这个生产的公司出货到这个药厂授权给这个制造商开始制造，制造商给这个供应商派发到这个每一间医院。最后他们年末的时候盘点出了一个问题，他跟我讲说：“哎，奇怪，我这边出了100批的货，然后呢，你这边给你100个订单，我这边也制造了100个订单，但是呢，你这边告诉我说你只有80个订单，那我剩下的20个订单哪里？”哦。哎，会发现说，哇，原来哦，有一些库存啊，是放在医院还没有消掉，哦，或者是他在退货的路上，所以呢，他们会产生是说这样子的医疗供应链这个数据永远没有办法对齐的问题，所以他们那时候想是说，我们利用区块链的技术，把这些的供应商上下游之间的关系都把它串起来，把每一笔的交易呢都记录在这个链上，为什么？因为要这个原厂有原厂的一个机制。制造商有制造商自己的资讯系统，然后供应商还有这个所谓末端，大家都有自己的资讯系统。那我如何让这些资料共享，才不会造成是说到时候所有的一个交易记录有那么大的一个落差的一个问题？哦，这是其中一个应用。哦，再来这个的话是看一下哈，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加密的一个基因资料一个共享的一个问题。等一下看一下，基因资料共享的问题。哦。国外最有名的一个新创公司就是 23andMe，没有，他今天蛮好笑的一个那个蛮有趣的一个商业模式哦。大家知道基因检测很贵嘛，对不对？然后我今天他就是发展一个那个 toolkit 哦，那我就去发给，免费做病人的试验。华最有名的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他收集了6000个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哦，哎，别急，哎，帮你做基因检测来了，6000个我找到了。OK，那我把这个 sample 档回到我的那个实验室，把它做基因检测完之后呢，哎，告诉你结果，啊，你开心吗？反正有人帮我免费做啊，相关的一个基因检测。那他把这些资料卖给什么？我收集完了这6000个个案，我卖给罗氏大药厂。6000个个案，你知道他卖了多少钱吗？6000万美金，啊，6000万美金，然后这是非常，那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但是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这个 legal 啊，就是这种道德的 issue 啊，就出来了啊，免费的服务，但是你把这些病人的资料拿去做一些商业上面的一个应用哦，所以这个的话就变成是说，当然了，他是没有泄露个资，就是说，哎，我跟病人端我是怎么用区块链的技术把你的网络连接起来。那我这资料的话呢，告诉药厂说，哎，我事实上我有这个6000个个案的一个资料，有没有药厂要卖？哦，那时候是 Roche 买了这样子啊，阿兹海默症的6000个个案的资料。哦，当然这个是一个加密的资料基因的一个分享哦，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再来呢？在2020年的话，是这个用区块链的一个技术去 mining 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vaccine 的一个 supply chain 哦。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哦，去看看是说为什么呢？他会认为是说这个大家那时候不是什么啊台湾的冷链的问题啊，他是在这个疫苗的运送的一个过程之中，有没有可能有哪一个环节没有被注意到的哦？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环境上面的风险哦。
所以呢，他们认为是说，疫苗的在运送的过程中有没有是经过适当的监控跟所谓的储存？哦，那大家那时候这个业者啊一致的看法的话，就是说，哎，其实区块链的技术可以去 support 这样子的一个运送的一个机制。这就好。那刚刚我讲的就是说这个道理哦，就是说这个叫Nebula 这一家基因的定序的一个公司哦，他提出了一个共享的概念，就是我刚刚讲他提供的代币哦。这个他找了一群人呢去来做基因检测哦，基因检测，然后呢？他可以用这个他们所发行的代币，等到基因检测完之后呢，这一些代币呢，他会把这个基因的资料呢回到这个个人的身上哦。那如果这个个人呢，我经过假设你们身上有自己个人的基因的资料，那刚好你又是非常罕见的族群，或者说讲比较简单一点，叫难听点说，你的罕见的疾病的资料是这个药厂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举例来讲，例如像血友病，哦，血友病这种。比较特殊的个案哦，那你这一些 individual 这每个人呢，你这样的资料是这一些药厂是 OK 的哦，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genomic 的 data 呢传递给药厂，经过你个人同意，然后呢，这个药厂呢再给你相关的一个代币的一个回馈，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区块链的一个生态圈哦，就是可以用这个他们所发行的代币呢去什么去做一些。交易去买一些更新的商品，所以你们会看到是说很多什么，很多现在有发行什么咖啡币呀、啊，哦，咖啡币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应用。好，那我个人的话呢，在前几年的话，也利用区块链的话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个事情哦。我的主要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是说，我如何用区块链的技术呢，取得这个每一个人的同意呢，去把他个人的这所有的医疗跟健康记录把它收集起来哦。所以，我们这边探讨一下，是说我们认为是收集这个电子病历。大家知道电子病历吗？电子病就是放在医院的这个相关记录的病历哦。然后呢，你在家里呢，可能你有定期的量血压、血糖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哦，那这些是所谓的叫做健康记录。把有病的资料加外面的健康记录合起来，成为你个人的资料，我们通常叫做 PHR，就 Personal 的 Health Records 哦。我们认为收集这样的一个资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然后，第一个除了是说每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有关注之外呢，那未来这个资料的话呢，你储存的越多或你收集的范围越广呢，其实它未来越会更有潜力去分享跟开发。吼，好，那目前来讲的话呢，这边就是讲了，这是所谓的这个组织内的一个电子病历的资料，然后这个是你在家里你可能带了一个什么？穿戴式的装置，或者例如说像 Apple Watch 啊这些，去收集你运动相关的资料哦。把这些资料呢收进来就叫 PHR 哦。OK，这边是一个观念的解释。好，赶快的跳过哦，因为时间好像不多，要留一些时间哦。所以呢，将来的话呢，我们的概念是说，那你们的相关的一个资料，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哦？我刚刚举一个例子非常有趣哦。你今天你去看病。对吧？你去做了抽血、验尿相关的用药的一个检查，对不对？出去之后，当然你就离开了。那我们这时候台湾政府叫医院做哪一些事情？我不是说晚上的时候要把你们所有的资料上传到中央健保署吗？对吧？那所以你隔天或隔一两天，你的健康存折就会看出是说你在那一间诊所、那一间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嘛？那你知道健保署这样一笔资料给医院多少钱吗？100块。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付钱给医院看病，那个病历资料是我的，哦，当然医院有负责保管的责任，所以我们那时候开玩笑就说，哎，你把我的资料拿去卖给政府，你100块有没有分我？没分嘛，对不对？对，没有分你嘛，所以医院就拼命上传，所以你看你的健康存折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很可惜的是说，目前的健康存折其实它收集了那么多 current data，那它有没有去应用？也没有去应用嘛，大家了解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倡导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你的资料是不是你个人的？是不是？如果答案是的话，资料是不是你个人的资产？
是吧？只要你的健康的资料，你把它视为资产，那这样的资产呢，基本上是可以被交易的。当然，前提是人家认为你的资料是有价值的嘛。所以未来这样的一个资料越珍贵的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越罕见的、越严重的。那这些人是需要帮助的。如果这些人的资料不是每个人家庭状况很好，像罕见疾病的那一些病人，他的资料如果他需要很昂贵的医疗费用，刚好药厂对他的资料有兴趣的话，这样的数据是可以当做资产来做交易的话，或许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生态系统循环之下，很多药厂会愿意 sponsor，例如说像现在细胞治疗或标靶药物的治疗。所以我现在大致上跟人家合作的也是这部分哦，合作的也是这部分，就是说，哎，我们设计一个机制，就让一些 cancer 的 patient。那当然有限定 cancer，例如说 breast cancer 或者是什么样 cancer，那这些药厂有没有兴趣？保险公司有没有兴趣来 support 这个病人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治疗后续的发展？然后它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资料的收集，我们就用区块链的规划来去做一个设计哦。好，那这个相关的案例就是我当初所创的一个区块链的这个 app 哦。OK，然后呢，我当初把这个所有的哎，发现有点。乱掉哦！我当初把这个医院所有的相关的病例资料都把它搬到区块链上面，为了什么？因为我把那个医院当为场域哦，我让他了解到是说什么？我的资料不是说我看病的当下才可以知道我上一次看病的结果吧？哦，我应该随时我高兴我就拿出来看。哦，假设你今天有那个银行账户啊，对不对？有在赚钱，我高兴的时候我就要拿来看一下，说我现在身上有多少钱嘛？啊，不要丢，那才是你的东西嘛。假设那资料是你的，你是不是 LINE 可以随时来看一下？你看你的 LINE 需要人家同意吗？那为什么我看我的医疗数据，我还必须跑到医院啊？当然现在有健康存折嘛，吼。那健康存折少了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健康存折的资料少了什么？你相关的一个自费资料都没有包含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健保局是公的嘛，你私人的一个自费的医疗数据都没有在上面。举例就是像这样的健检报告，所以我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笑。我当初开发出这个出来，你知道高兴到谁吗？高兴到我们医院的监管部门。为什么？他成为他的一个行销的手段。你来这边做健检，我跟你讲，你的报告不用2个礼拜收到。你回家之后，健检完回家之后，我第一个报告给你，在1天内我就可以给你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过年是有很多我们旅外的这个台商就会回到台湾，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健检嘛。哦，我们的服务效率超好的，不用2个礼拜，有问题再进来我们医院处理，哦，再进行先进一步的检查嘛。哦，完了这个，哇，那时候高兴的要命哦，啊，那个生意都很会招揽哦，所以我们科技还是可以帮到一些人哦。再来是这个，那时候也现在医院，那时候我们推没成功，凭良心讲，但是现在这一波风潮又起了哦，就是医院、病人跟保险公司的连线，哦，保险公司的连线哦。就是你把这些的保险公司，就我们现在的医院的病人的痛点在什么地方？我今天这个可能比较年纪大的一个朋友或亲友，他们今天住院，那你出院不是要买单走了吗？对不对？然后再把这些单据请那个保险公司理赔嘛？那保险公司竞争很激烈啊，他也是想是说有没有办法 benefit 的这些病人或者这些保护，所以他们现在跟医院谈是什么？把一笔钱呢放在医院的这个账户里面去。哦，那在病人出院之前呢，我就把这资料给告诉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 roughly 估出一个，哦，假设我这次理赔10万，多退少补啦，不会多啦，一定是少啦。少的话之后再补给你。那我这病人我就不用带了一大堆现金，我就拍拍屁股走了，因为为什么？保险公司已经帮我理赔完了。哦，现在很多是在谈这个方面的一个交易哦。好，这个是我跟那个转诊哦，转诊的话就是说我那时候想要跟这个诊所的话把这个系统串起来哦，但是当时我也缺乏，又因为我们这个就跳过了哦。好，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因为时间差不多，我就快速跳过，这是目前收集的这个健保快易通上面健康存的资料哦。那这边的弱点的话，就是说它第一个它缺乏自费的数据，第二个呢你自己去观察，它线上只保留3年的数据。哦，3年的数据，所以我们这边在收集病人的资料的话，只要你把这个健保快易通跟我的这个所谓的区块链的 apps 打通授权的话呢，其实这个数据我可以一直帮你保存。
举例而言，就是今天是十月二十二号，3年后的十月二十二号，你的资料就不见了，健保署就不再提供在这个健保快易通上面了哈。OK，哦，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比较哈，那也是做了一个数据的整合，就是这我们这医院的这个案例哈。那你输入账号密码的话，登录这个我们这个叫做虚拟卡哈，一个是我们医院的卡片。一个是健保的快易通的卡片，那这是我们的员工卡，去怎么样？去长期追踪这些相关的员工跟病人相关的数据哈。那只要你启动了跟这个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卡片去同步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的去这个健保署把你个人相关的什么，在上面云端上面所有的资料呢，帮你存在这个个人手机，哦，个人手机，那。存在个人手机之后，我们取得你的同意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资料的什么 index，就是索引呢，放在区块链上面。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呢，打开我们自己所开发的 apps，不管是我们这个医院的就医资料，或其他医院的就医资料，或者是本身的自费数据呢，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PHR 的这个 app 上面去看到所有的数据。总之，那个做了那么多那个。后面还少一把火，就是商业的诱因，才有办法继续 sustain 下去。好，以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哈，谢谢各位。哦，有没有问题？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哦，留一点点时间。对对对。那是林博士的。这个问得很好哦，因为区块链大家有误解哦，就说这个好像是把那个资料丢上那个区块链上面就无所不在了。但我跟你讲，你这样做就稳死了。因为第一个，每一个区块链它是一个 block 跟 block 所组成的。第一个，那个 block 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大家知道吗？它储存空间有固定，好像我忘记不知道几 K 而已啊。那你光是一个医疗影像要上去是不可能的，哦。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话，在这个效能处理上面，的确会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如果你的链的这个节点数，我们叫 node 数越多的时候，因为你所有的资料一有跟动的话，你必须要全部的同步，哦，全部的同步，就像现在挖矿一样啦，你要挖出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矿，你怎么知道你是独一无二？你要问所有的人说，你这个是不是验证是独一无二嘛？你这个。Bitcoin 才是代表有价值的嘛，吼。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一个为了增进一个效能的处理的话呢，我们在建链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这个链的这个 block，我们是存病例的索引就 index。哦，就像你在查那个图书馆的话呢，上面那个柜子上面实体的书上面有那个索引，你该不会去找书名嘛？你应该从索引先找嘛，对不对？然后实体的这个病例的一个。这个病例的资料还是放在医院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让病人先很清楚的，刚看到这个最后这边一条，这边比较清楚，这边会有个时间轴，上面很小的 minimal 的这个 information 其实是索引的一个资料，那索引的资料只是快速让病人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看你的病历记录，你到底要调阅哪一笔病历记录？但是我们台湾的网络还 OK 吗？便宜嘛，所以我区块链上面的这个 node 是这个 block 是存索引，那我透过这个索引，我再去从这什么医院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把这个资料调出来哦，调出来哦。当然这个资料也不是那么简单调出来哦，这个有非常细的一个技术细节哦，包括那个档案的话，我们大概是用 IPFS，就是云端的这个新创的这个储存的一个架构哦，基本上呢那个 hyperlink 也不是。随便的 hyperlink 哦，是一个被打散的这个档案结构，你才有最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档案
掉出来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的确哦，为什么现在这种区块链的交易呢，没有办法去，就那么简单？因为刚刚讲过，它在这个 transaction 要完成，需要每个节点超过半数以上的一个同意，对吧？所以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像超商一样，我用区块链付钱，这个币值付钱就 OK 了嘛？为什么？因为就是效能的问题嘛。不然他早就发了。我在 7-Eleven 交易，我可能有这个卡片有1000块，我买了一个东西花了100块，我可能还没有同步完，我去隔壁的 family，他还是1000块，为什么同步没有完成？哦，所以国外有发展出很多的机制啊，就是这个把这个交易跟所谓的原生的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区隔，那这个会比较细节，我们之后再做一个。有机会再做一个分享，OK，online 跟 offline 的概念，还有什么问题？差不多啊，谢谢林博士，好，谢谢。大家再给一个罗老师一个就是非常好的鼓励，这样子，好，谢谢，谢谢，谢谢。